早餐，吃早餐啊！你别话边吃吧。还有5分钟，那个，咱再睡一会儿。啥5分钟？现在8:25了。嗯，咱们9点得出发。我再睡一会儿。不能迟到，昨天不说了吗？金星老师他特别守时。你听我一句话行不行？你过来躺会儿。怎么你又让我过去躺会儿？躺会儿起不来了。哎，哎，9点出发啊！赶紧起来，赶紧起来。光芒万丈啊！哎，9点出发。哎呦我的天！